这个在呼唤我们呢、啊，我们听到这个阿弥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呢，我们才会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迎に来たと来ておるの、はい、俺が本間の接種した、はい、呼び止めなんですよ、ね、パパが子供を呼び止めにしてるのと一緒なんですよ、はい、小さな子供がいたらお母さんはいつもこの子供のところの心が通って、はい、そして元気にしとるかやどうしとるか、はい、楽しくやってるか学校の勉強もやっとるかって言って常に心が、はい、パパの心が、はい、子供のところで流れていくと。那么老师刚才念的是四三句啦，哈，就是我们每天每天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啦，这个都是阿弥陀佛来迎我，来迎接我们的。阿弥陀已经来在我们这，来在我们身边了哈，距此不远啦。我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摄取不舍啊。那么老师说啊，佛对众生啊，那个哈，由于之内就是。我是经常不断的呼唤着我们的哦，就好像是那个当父母的呢，他眼睛都不会离开他的小 baby 一样啊，经常关怀他的小 baby 一样啊，所以佛对众生也是一样，他是经常呼唤着我们的哦。そしたら、如来様とは、如来様とは、はい、先生、ここ、ここか、はい、これの毎日毎日が南無阿弥陀仏の、はい、これの中の生活やん。でも老师说，所以我们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每一天呢都在南无阿弥陀佛的生活的声音里面，我们都生活着。我每天都活在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啊的声音里面哦。考えの中の生活と一緒で。那么老师说，我们每天都活在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声音里面呢、哦，啊，这个声音是南无阿弥陀佛的那个闪电的声音哦。呪文修来，呪文修来，一把地一条路，そんなふうに思ったらあかん。阿弥陀佛と一緒になって。按照主你刚才的建议。哦，所以老师说，我们念佛的人，如果我们每天很精进的念佛的话呢，老师说不要哈那个傲慢呐、啊，不要说我很认真的在念佛，不要起这种心呐、啊，因为呢，我们呢、啊、都是被南无阿弥陀佛的啊生命呐、啊，让我们活着的哦，我们都是被活着的存在哦。我刚才不懂多少字。念佛住到哪里？住我家。啊，老师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念佛行者。念佛住在念佛山。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念佛者，念佛人。这个一住阿弥陀佛待的住嘞。啊，所以老师。阿弥陀佛待的住嘞。所以老师说呢，念佛人呐、啊，他经常跟阿弥陀佛都是双胞胎。两个都是形影不离的。还在在做一做别人做。对，老师说我们在座呢，大家都不是自己，都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哦。那么要做一休。哎。做以后，你那个呢？这个就是说。啊。那个。哦，老师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啊，我们都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我们都是呢，活在这个去此不远 的日子里面哦，的生活里面哦。南无南无佛佛来来来，佛不来就是。对，老师说有这个距死不远的人啊，不管那个打雷打得多大声，你都不会感到，不会感到恐惧。啊！你怎么没有？老师说，纵使那个打雷打这么，老师看喊这么大声，老师说也不可怕。
结果果子。今天就没说完呢。太好了。这都两个月，过去今天都两个月。我串的，不是今天年的。我就两个月。これをやるのそりゃすごいよ見てられないほどの恐ろしさそしてこれがね声いっぱいが出てね僕がねガラガラガラって言うたらもう最後3日目ガラガラガラとなる声が出るガラガラガラそしたらもうほとんどこの仰向けになって前向いて起こすことに真正可怕的声音真正令人难忘的恐惧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老师曾经就是亲身经历过的看到临终的临终的人死的状的那种很凄惨的那种状态就是手抓虚空啊然后惨叫然后一边惨叫一边手抓虚空，然后最后就喉咙响，然后就断气了。老师在说那种情景啊，那个跟我那个临终的人临终的时候说叫出来那种凄惨的那种叫声啊，老师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是啊，人间说的今天有多临终的，天地一般的この考えると同じ。誰も力で持って死んでみようからねなるよ子供がなるっていうほんまになるよ那么因为在日本呢他们有这个说法就是说人死的时候喉咙会发响喉咙发响就是死的那种症状啊那么就是说一般你没有看过那种场面的人你会以为那只是人家说说而已啊但是喉咙真的会响有的是吗で、子供の姿でしたら、まあ、すごいわ。先生、この次、何と思っておるかや。何と思っておられるか、これに気になるの。何と思っておられるかや。毎日毎日、あんたもな、大きな声で生歌うと、我々を呼んでくださっておるのに、こちらはそれをちゃんとそう思った。那么呢、这句话就是让我们反省的话、每天阿弥陀佛、他都用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在呼唤着我们啊。那我们把这南无阿弥陀佛听成是什么呢？我们有把南无阿弥陀佛当作阿弥陀佛吗？我们有把阿弥陀佛的呼唤声当成是佛的呼唤声吗？生歌の声の中での我々の日暮らしってこと私たちは生歌の声の中で命を継続させてもらっても老师说我们每天都活在南无阿弥陀佛里面呢，我们一天一天就是存续我们的生命呢。
인내내고와나무가무시란도인내지도니다猫狗的话呢，他们不晓得那么阿弥陀佛啊。里面也干了，树也干，树木不也干了，他们都不会有感情出来干了。这些农山木，这些木头木，他们都不会有困难了，这些木。里面的话，哪种菜，哪种菜？这毛的木是比较现在的家里。それでもね、あの、だろうと、犬が死んでいくときに、猫が死んでいくときに、そばにいて、あの、だろうと、あの、だろうと言うてやっとくと、その犬や猫は、楽に行ってるところに行きよるよ。那么、那个老师说呢、これが全部のことを。好、这个、就是每一天呐、每一天呐。那么、老师说、我们每一天呢、都在这个妈妈背后、那么阿弥陀佛的这个声音里面哦，我们过活着啦。那么这个那么阿弥陀佛是人呐、啊，人界的语言呐、啊，人界的语言呐、啊，人界的声音呐、啊。那么老师就说，猫狗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像人能够那么敏感的听到这一句那么阿弥陀佛的。那我就提醒老师，我说那个有的猫狗啊，它有这个有魔缘的话，也是低频号，它也会就说走得很安详啊。因为这个有实体可证嘛，所以那么老师就说，那个是就是说有那个有那种佛缘的啦，啊，但是他们你说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不及人呐、啊，不及人道的众生呐、啊，哎，因为畜生道毕竟还是畜生道啊，只有能够这个如实的你说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声音的只有人道的众生，啊，对。对，都能。子供が死んで、その後に残った犬が、自動車に跳ねられて、そして頭がボケてしまう。だからお医者さんに連れて行っても頭がやられてるから、治る可能性がない。それで、まあそうやけど、この犬も、もう行かないで死んでいるんやからと。そして、アンダーブの前で、お経を上げて、無責任アンダー教、農業側も自由自在を上げたりしてたらね、そしたらね、お経を上げるとね、その、天狗が食い上げてですね、食い上げて、こっちの方向くね、こっちの方向った天狗が、それで、お前、こういうとこか。そんなら、これから毎日毎日お祝いであるって。で、三条を、黒で川門から、そしてさ、山の上に行こう。山の上で、次に、そこを下に行こう。200、200、200。外国の授業やもんね、いろいろと最後まで上げた。死ぬまでね、お経を上げてる間、振り向けとるの。犬も猫でも振り向けとるの。はい。那么ね、这个老师就讲、这个是实例啦、这个老师他的老三、老师有三个儿子啦、那么老三呢、那个有养一只狗。那么，因为老师的老三因为意外啊，就是很年轻就走掉了啦，好，就往生了啦。那么留下一条狗，就他儿子走掉不久以后，那条狗在那个铁路上啊，被那个车子撞了啦。那么因为撞到头啊，他就是伤到那个头啊。那么把那个狗送到那个狗的医院，动物的医院去，医生就说这条狗没有办法救了，因为伤到他的脑神经啊，就说只能等死。那么老师就用那个什么达摩罗，就是那个纸箱啊，哈，然后放在纸箱里面，就放在那个佛堂啊，就放在佛前这样子。那么老师因为那条狗就是这样子趴着啦。